来了！哇，这不是我刚刚登上的那座岛屿吗？原来它就是海怪啊！我刚还站在它上面，哎呀，完了！我们整艘航母被它撞沉了！哎呀，刚打捞的核弹又被它撞到海底了！哇，可恶啊，可恶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鲍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看到它撞过来的，直接开战斗机走了。那就好啊！哎呀，现在这怪物呢，沉入海底了，我们要怎么让它浮起来啊？ 哇！如果我们今天开的是潜水艇呢，还能用鱼雷打它。现在它如果不浮起来的话，我们没办法打它。快点浮起来呀！别躲了，到底想干嘛？哎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哇，它简直可以隐藏成一座岛啊！不过不知道的话，还以为它真的是一座岛啊！啊，直接攻击，直接攻击啊！看来我们以前登的岛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它假装的。哎呀，现在它又沉下去了。 跟我们玩躲猫猫啊！太聪明了，知道我们要打他呢，直接下沉了。啊，太可恶了！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他又起来了！哇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跟你玩了，我现在准备把那枚核弹给处理掉。我现在是在帮你们呢，你们这样跟我对战，哎呀，到底是想干嘛？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你再把我撞倒了！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，是谁呀？是谁呀？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哇！ 他也来欺负我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帮你们把这枚核弹给载走啊，然后把它给拆解掉，不会放到海底的。我真是在帮你们呐！啊，你们也来攻击我！啊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鲍勃，快点，快点来救我！赵立翔，我准备直接将这枚核弹给处理掉啊，你就看我的表现吧。你要怎么处理？哇，鲍勃，你要直接引爆他吗？别这么干，别这么干，不要！
侠，我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。宝宝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你不会被炸成粉碎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，我在这里坐着看着我另外两个好朋友。你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哦，原来你坐在这里啊。我就说嘛，你说那两个是你好朋友，那两个又是海怪，他们怎么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啊？不过现在看他们呢，是变得平静了。是的，因为我们帮他们呢把核弹给销毁了，所以他们变得平静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盯住他们呢，都有了感情，现在他们都要走了，我有点舍不得啊。哎，波波，你这是干嘛？我们都干了一件好事啊，你还哭？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到此结束。我是超人侠，希望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